太极拳的特点是同中之劲，劲中求同，同劲相间，动是练筋骨肌肉，使血液畅通，劲是养神养脑。杨氏太极拳练起来以稳沉松柔，缓慢均匀，核心也是一个劲字。杨氏太极拳练起来舒展大方，用意可用力，如行云流水，滔滔不绝。现在杨氏太极拳的练习方法分两步，第一步是在老师的指导下一招一式的练好，同时掌握一般的要领规则。第二步就是纠正姿势，使每一个动作的方向、位置、手的位置、身体的重心、要领都能够符合要求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，注意，我们把杨氏太极拳李亚轩传授的分成六段，一段一段的新动作，我们就讲解一下，重复的就不说了。先是身法，要求立身要中正，紧致要直，但是不要僵硬，踏肩垂肘，松腰肩垫，一身要自然，松得干干净净的。第二是手型，这是一个阿弥陀佛手的样子啊，那个啊，掌心微曲。第二是拳，拳要拇指也到食指和中指之间。第三是勾手，这阴招朝阳，那是手型。第三是个步型，步型这是骑马桩，身子要正，脚尖稍微往外面，掌垫垫重心在两脚之间，两脚啊，那是骑马桩，那是半马桩，重心在左脚的要占七分，右脚只占三分，那是半马桩，做倒仰后就有这个半马桩。其实是弓箭步，弓箭步，前弓后箭，小腿保持垂直，右脚跟右脚撑直，但是不能停，有九分之一的、十分之一的弯就行了。这是右弓步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小腿保持垂直。再一个是虚步，脚跟点地，那个脚等于是多余的样，重心全在右脚，脚尖点地，轻轻一个鸡蛋插不烂，一个虫也插不死。右脚跟点地或者脚尖点地，那是虚步。还有一个瀑布，比如说抽身下势，那个叫瀑布，甚至坐下来瀑布，那个叫瀑布，还有一个倒插步，右脚后插叫倒插步，步伐呀，这个步行就是这些。再一个问题，这个练拳的时候，前进的时候，脚跟先着地，等于脚跟；后退的时候，脚尖先着地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一样，是轻轻的放出去的，实在了，再动二一只脚，一只脚踩稳了，二一只脚再动。你比如说右转，右脚尖提起来，重心往右脚移，左脚就是虚脚了，再往这个，那叫外摆，
哎，往内叫内扣，啊，这个转换的呀，方法要领呢，就是这些。现在我们开始。心性稳定了以后，一生很安详，哎，很自然了。两眼向前人平视，头虚虚的顶，白费鞋往上顶，下颚收，舌尖轻轻顶到天堂。两眼向前平视，心神稳定了以后，起势，用腰一把手挑起来，两手向前平举，与肩同高，再往回收，收在胸部的两侧，再徐徐地下沉。这就是起势，捧手上势，哎。它以右脚跟为主，腰带动，由左往右，你看，脚转90度，手成个半弧形的、半圆形的，重心往右脚移，左脚收回来，在左脚在右脚的内侧，成为一个上下抱交叉起来，稍微沉一下。再出左脚，脚跟先着地稳，左手捧，右手同时往右下沉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重新慢慢往左脚移，左手牵，右手有个搂移，右脚收到左脚的内侧，稍微沉一下脚，慢慢放出去，身势一起往前走，往前抽。捧手上势就完了。现在揽球位，揽球位分四个动作：看一捧，左手往前抽，右手同时跟上来。现在翻过来，两个手下相向，相距18元。你现在重新慢慢往左，往左后。腿腰胯坐下来，右手在当中间不走了，左手绕上来，手放到眉门这个地方，起，脚跟垫步把手送出去的，小腿保持垂直，两眼先看到前方，按，挑起来，腰一把手拖回来的，挑回来，接着。含胸怕背头的这都有了哈，现在再用脚跟垫步腰身，把手慢慢推床出去，顶头怕背踏肩垂肘坐腕都有。现在是单边掌，单边掌是分三个动作，带看手不动，都是腰在转，由右往左，右脚尖内扣，重心在左脚，慢慢往右脚移，右手挂，左手抄过来，现在左手放在右胸的前头，稍微沉一下，脚跟先着地，中间部慢慢做好开，单边掌，左手在左脚尖的上头，右手在右脚尖的上头，围炉中正，眼睛看到左手，那不只是动作开，心内同时也开了。提手上势，左脚尖内扣30度，重新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那个手挂回来，再提，脚跟轻轻点地，手放出去，招有密招。左手在右手的腕这个肘关节的中间摆好两次，摆右脚伸直同时走，再摆左脚踩弯了，右脚收回来靠拢左脚，
稍微称一下，出右脚，又称为右弓步，打叉。从先往右脚以左脚跟起来，右手变掌心朝内，由下往上，轻轻的起来，尽量拉开，眼睛看到前方。右搂下不掌，身子扭扭往左一转，撑下来，垫步要收，眼神跟着手走，左脚收回来，稍微撑下眼睛看前方，出左脚，左手由右往左搂，右手往耳朵根子打出去，伸势把手送出去的，小腿保持垂直，接着脚。左脚与右脚间有十公分的分距，收回琵琶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再退半步坐实，左脚起来，右手挂回来，你看，朝上去，脚跟轻轻点地，左手高起眉毛，右手在胸在腰前啊，掌心向左。右搂下不掌，挂，左搂下不掌，左脚外摆，左手翻过来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左手起来，眼睛看到前方，出右脚偏右点，脚跟先着地。右手搂，右左往右搂，左手右耳根打出去，身子要正。右搂下不掌，右脚外摆，走。收回琵琶。右搂下不掌，他练到是五个搂下不掌，松沉下来，吸气要下沉，进步板栏锤，左手捧起来，左脚外摆，右手下沉，等于抓一个东西一样，扭过来上右脚，脚尖外摆，沉，右手往后。挂回来，左手捧上去，拳往腰杆打出去，前眼朝上，左手放到右肘间，右关节处哈，前眼朝上，眼睛看到前方，如虹势臂，左手由右斜插过去，右拳变成掌，腰身把手拖回来。再推出去，腰胯一起前推，顶头爬背，注意哈，十字手挑，腰身拉长，挑起来，再往右转，慢慢的下沉，十字手，抽，45度，重心往右脚移，现在，三头，坐下来，眼睛看到，右前方，你看，右手的，左手打出去，身子要正，斜篮球位，红。和篮球尾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只是方向不同。斜单边。
转身走的时候，左脚尖提起来，由右往左转，一、二，左脚掌摸一下，右拳往腰杆那边打出去，左手托起来，成走的锤。右倒然后推，一。两开左手变成掌，推左脚偏左一点，有十公的分距，右脚尖摆正，右掌由耳根上头打出去的叫扑面掌，七分正三分侧，眼睛看到右手，再左倒然后撑，右脚尖内扣，起，推右脚。左脚尖摆正，伸势后坐，手往前推，眼睛看到左手，右倒然后再看右手，左脚尖内扣起，再推左脚，伸势后坐，手往前推，斜分式撑，挂右脚尖内扣。右脚收到左脚跟的后头，左脚尖提起来，内扣，踩稳，右脚跟起来，手打叉，再左右分开，右手再上，左手再下，右手是阳掌，左手是阴掌，提手上势，重心往右脚移，左脚收回来，两手挂挂回来。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轻轻放出去，同时手体现一个提字，摆好两次，小不长，海底针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再退步坐式，左脚收回来，右手虎口在下，往下插，伸势下沉，左手在右手的。这个内背小背处，圆通背慢慢起来，伸伸溜溜往右边一转，同时稍微沉一下，再竖左脚，弓箭步慢慢竖好，哎，眼睛看到左手，头顶起来，翻身劈身锤，骑马桩，右手是拳，拳心在。朝下再当，俯当，左手在右肩处，掌心向外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到左脚跟的后头，左脚尖提起来，内扣四十五度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再竖右脚，右手由下往上绕，劈出去，左上由下腮帮，左腮帮出去，右手挂回来，左手。撑出去，斜步板栏锤，往后坐，右脚尖内扣，上势。篮球位，
三边长。由云少，由旋变成长，由下往上成骑马桩，慢慢重心往左脚移，右手在这里搂，左手下，右手上，重心慢慢由左往右，那是小骑马桩，右手下翻过来，左手上，左云手，那是骑马桩。慢慢重心往左脚移，右云手，就是腰动，手没有动的，左手绕过来，看啊。单边掌稍微撑一下出左脚，高抬马，左手挂回来，右手用脚跟腰把它撑出去，右分脚伸直溜了往右转，左脚收回来，再出左脚，眼睛要看到右边，头往天上点了，分手起腿要一直，左分脚沉下来，重心往右脚移，转身左蹬脚，左脚落到右脚跟的内侧，右脚尖内扣120度，两手挂回来抱走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，左蹬脚，脚尖内扣，右搂下不着，左搂下不掌，搂膝再捶，翻身劈身捶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在左脚的后头再出右脚，斜步板栏锤，再往后走，右脚收回来，再出右脚，撑，像波浪似的啊，再出去跑走，左脚外摆，右蹬脚，倒插步，左打腹式伸伸溜溜往右边一转，用左手挂，由上往下，左脚往左后方走，右脚尖内扣，右手变成拳，左手拳心朝下，左手拳心朝上，右打腹式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收回来，稍微撑一下出右脚，右手绕上来，左手沉下去，回身右蹬脚，
左脚尖、右脚尖落到左脚的内侧，左脚尖内扣，沉下来，双峰贯耳，高与自己的耳朵相高，背身左踢脚，右脚外摆，左手挂回来抱肘，踢脚，脚尖绷紧。转身右蹬脚，左脚落到右脚的外侧，脚跟提起来，同时转动，抱肘，落地板栏锤下去。如风十笔，十字手，抱腹归山，斜揽侧位，那些都是重复的了。单边右腋马分钟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手收回来，再下左手再上，成阴阳掌，稍微撑一下，出右脚。两手同时分开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重新往右脚移，左腋马分钟，右手成阴掌，左手成阳掌，打叉，再出左脚，左右分开，左手上，右手下，右腋马分钟，这个比斜飞式稍微矮小一点，空手上势，重心往右脚移，左脚收回来，两手上下抱，再出左脚，收成前搂，篮球位空。按单边掌，任何动作都是以腰带动，力量的引腰带，由于穿梭左脚尖内扣120度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右脚收回来，这是打四个格格，成为鱼手。那个打东北格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收回来，左脚尖转180度，打西北格。又由于穿梭，左脚收回来，打西南角，左手在
头顶上头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收到左脚的后头，左脚尖转180度，打东南角，捧手上势。篮球位单边掌右运手，左运手，练拳的时候要找感觉，找味道，一身要松沉。单边掌，出身下势，右手挂回来，右脚尖外摆，左脚尖内扣，再坐下来，左脚外摆，右脚尖内扣，有经济度的头往天上顶，脚往地下转，两头再扯，脚跟提起来，脚尖朝下，左手托起来。左手掌向下，左经济度的右倒然后左倒然后右倒然后铁灰石提手上石百合两指，那些都是重复的，右搂下不掌，海底针，圆通背，翻身劈身掌，重心往左脚移，左脚尖内扣，甩出去是掌。手背来自拳，斜步板来锤，上势
看球喂。拉面讲完了。嗯。有云收，第三一次云收。左云收。游运收，单边站，高台马，白色图形。转身右蹬脚，重新往左脚移，左右搂膝指当锤，上十。飙了，飙过来，飙过来！我还把你狗。篮球哎，那只狗在咬我。单边站。抽身下势，上步七星锤，仰着拳，像这七星一样哈，退步跨虎，右掌心向外，右高左矮，转身摆连脚一。而右脚跟提起来，脚掌转，穿脚走，左脚尖内扣，右脚还原，踩下来，弯弓射虎式，左拳出去，凭胸部出去。拳眼朝上，右拳拳心朝外，在耳朵这个地方，斜步板栏锤，如虹似壁。手收拾慢，右手贴到裤后。减一四十三十
预备，起始。拱手三十，篮球位，单边站。游运手，左运手，右运手，单边站，抽身下石。有经济独立，左经济独立，右导演后，左导演后，右导演后。结婚时提手三十，百合两指，右搂小不长，手挥琵琶。有漏小不长，左漏小不长，有漏小不长，太极针，圆通背。翻身劈身掌，翻身劈身锤，斜步板栏锤，右野马分鬃，左野马分鬃。转身左翼传送，右翼传送，右蹬脚，左打虎式，右打虎式。回身有蹬脚，双峰贯耳，回身左踢脚，转身摆脸脚，弯弓射虎式，斜步板栏锤，如虹似臂，十字手，
收拾。是十十，余余七十，三款桃园，魁星石。眼翅超碎，坐有懒少，消亏心，眼翅如超，领猫不顺。红黄抬头，黄红如豆，红黄三尺，小推心，红黄又三尺，钓鱼石。龙心石，怀中抱月，鸡腰头鳞，乌龙摆尾，青龙戏水，红卷荷叶，狮子摇头。包头野马跳涧，勒马石，石兰针，迎风丹城，顺水推舟，流星赶月，天马行空，桥梁石，左右车轮，燕子寒衣，大鹏展翅，海底捞月。怀中抱月，夜叉探海，西游望月，蛇岩石，青龙现照，凤凰双展翅，左右跨栏，蛇岩石，百元现果。落花石，鱼穿梭，白虎交尾，虎豹头，鱼跳龙门，乌龙交错。仙人指路，朝天一炷香，风烧梅花，虎豹头，豹虎石，首饰，